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少打点窝，你打多了鱼吃饱了没口了。钓鱼不打乌冲窝能行吗？你打的少，你钓着了。哪有说你不听啊？这听啥？钓就得打中窝，你打不中窝吗你？行，今天我愿意看看什么叫中窝啊！今天我教教你什么叫打中窝啊！鱼丝、玉米、蛤蜊，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这小窝。家里头行，钱多少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，不瞧不起人吗？今天我让你看看。哎呦，喂饱了，哥们儿。哎，看这螺丝带不带？行，见过这螺丝吗？哎呀妈呀，我这窝儿，来，你还能钓吗？这，那钓啥钓啊？喂鱼吗？咱都喂饱了就完了。来，哎，哥们儿，消气。来，大哥，把那车的玉米给我卸了，螺丝。有至于吗，哥们儿？至于啊！我叫俩人过来，来，给我打窝。哎呦，我惯过谁呀我？啊，卸车，给我拉过来，来。